台湾的人都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不做呢？那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市场太小的问题，这个世界只有野心太小的问题。PTT 之父杜奕瑾现身高雄，让 MOBCON 科技年会首场讲座人潮就爆棚。为期两天的科技年会，请来40位重量级讲师，接力分享科技新趋势。我们以往都是以行动科技为主，那我们今年其实把 AI 这个题目纳进来，有多增加很多跟 Python 有关的，像我们今年高雄的 Python 社群也有来。那所以其实我们的会众的这个组成比例稍微有一点点不同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比较是 FinTech 相关的议程。那过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属于在软体纯技术，包括这个主轴是根据我们城市，根据这个产业在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议题。不止场内精彩，现场还有不少科技单位设摊，提供科技人才相互交流。另一方面，看准全台科技人齐聚，不少知名企业也到场敛财。这一次我们征才是因为我们想要新扩编一个技术团队，所以其实我们征才需求包含我们的产品经理 PM， 各式不同的工程师。我们其实在去年开始就参加我们的 MOBCON 了，那一直以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活动，有接触到很多就是其实属于我们的台湾的人才。南部有很难得有这样子这么大型的就是场合跟这么多的 session 可以去做参加，可以看看其他公司他们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技术跟发展。主办单位中不少成员是高雄在地人，连续7年将盛会地点选在南部，就是希望借此交流，平衡南北差异，也为高雄注入更多科技新活水。Yeah,